谢谢你给我们有个这么美好的一天。现在我们没。要敬拜你听神的话语了，请你可以让我们专心还有记得的。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下午好，好，好。我们还没有敬拜赞美，我们先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先，给大家把眼睛闭上，双手合十，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时间，小朋友们能够一起聚集在这里来赞美主，来聆听神的话语。真的，现在我们要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保守，你帮助让这些小朋友们，让他们在镜头面前也能够全心全意的来赞美主。Amen. 我们恭敬仰望，将以下的时间交托。Amen. 我们将简单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Amen. 好，我们一起来敬拜咯。I want to scream it out from every mountaintop. Your goodness knows no bounds. Your goodness never stops. Your mercy follows me. Your kindness fills my life. Your love amazes me. And I sing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dance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shout becaus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to me. And I sing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dance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shout becaus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to me. And I sing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dance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shout becaus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to me. And I sing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dance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shout becaus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to me. Sun or rain, my life celebrates.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River cry or praise, my heart sings for crying.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In the sun or rain, my life celebrates.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I sing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dance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shout becaus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to me. And I sing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dance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shout becaus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to me.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以丰富恩惠比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以丰富恩典比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以丰富恩典比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标杆之旁。我们开始讲圣经故事之前，让我们先做个祷告。哈利路亚，天父爸爸，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能让我们有个时间聚在一起听你的话语的。天父爸爸，我们要聆听的话语，请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把你的话语牢牢地记在心里的，也让我们有注意力的。感谢天父爸爸，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我想要小朋友你们试想一下，如果你们被扔进一个狮子坑里的时候，你们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害怕。会害怕。那会担心你们被狮子吃掉吗？会担心哦。那么今天的故事就是在但以理书5:30-6:28，主题就是忠诚勇敢的但以理。从前呢，有个国王叫尼布甲尼撒，他想选出一些有本事的人来帮他管理国家。以色列人但以理聪明能干，被尼布甲尼撒王挑选出来，所以但以理的才能超出了其他的所有人。尼布甲尼撒王十分喜欢但以理，想让他做更大的官。可是其他大臣都非常嫉妒但以理，他们千方百计挑但以理的毛病，想在王的面前告状他。可是但以理办事认真努力，他们怎么也找不出他的错误。终于有一天，这些大臣们想到一个恶毒的办法去陷害但以理。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尊贵的王啊，请你下一道命令，30天内任何人想求什么只可以向王求。如果他们向别人或者向神跪拜祈求，就要被扔进狮子坑。”可是但以理从来没有间断过向神祷告，他知道那些大臣们骗了王，下了那道命令，他却没有停止祷告。但以理坚持每一天3次跪在窗前向神祷告，他的习惯很快就被大臣们发现了，他们抓住了他的把柄，立刻跑到王的面前告状。尼布甲尼撒王这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可是发出的命令又不能收回，他只好下令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心里却非常难过。这一晚王没吃没喝，翻来覆去睡不着，担心他自己喜爱的大臣但以理是不是已经被狮子吃掉。天一亮，王就起来赶到狮子坑前，呼喊着：“我的臣子但以理啊，你的神有没有从狮子的嘴里救了你呢？”王不用担心，狮子坑里竟传出了但以理的声音：“神已经派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嘴，因为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尼布甲尼撒王太高兴了，他赶紧叫人把但以理从坑里拉出来。但以理果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这时候王终于可以处置那些陷害范蠡的坏大臣们了，所以他命令士兵把他们都投进狮子坑去。这些心地恶毒的大臣可就没有范蠡里这么的幸运。饥饿的狮子对他们张开了嘴巴。接着尼布贾尼撒王通告全国的百姓，你们要敬畏范蠡的神，因为他才是真正的神。所以在今天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呢，范蠡里也对自己的王，就是尼布贾尼撒王忠诚，也对我们的天父爸爸敬畏，所以天父爸爸才会保护他，没有让他从狮，没有让他被狮子吃掉。所以在最后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金句。今天的金句就是生命记六章十八节上节，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今天也是找那个四张图片的，找不同的地方。那么呢，我就可能就会叫出名字来回答的，可不可以 ？OK 吗？可以。可以哦。OK。现在那就会有给你邮费，邮费哥哥，如果是不同的叫两个或者三个人回答的话，会不会影响？两个或三个应该还听得到他们的声音的。哦，那 OK 好吧。那么第一张图片呢，我就想就是子飞、子林跟子胜那一边回答哈。 OK， 我们就开始放图片，有请有飞哥哥。找不同与主耶稣一体的日子，子飞、子林、子胜，你们有听到吗？哦，那个叶子对 ，OK， 就是树上的叶子是吗？下面地上的也有。下面的那个谁，就是小朋友吗？小朋友旁边那一边。他的 pocket， 他的口pocket 是吗 ？OK，、嗯、很快，还有两个地方。加油！找完了啦，就是云朵、树叶、那个衣服，是不是小这个 ？OK， 我们就来揭晓答案吧。有请有飞哥哥在continue play 那个影片。可以吗？有啊，看到吗？Hello， 啊，听到吗？好像听到，听到。OK， 听到。好的，那么有拜在接下来就开第二张图片，然后我就会就是叫其中的小朋友出来回答。小朋友，你们可以念出这张图片的主题是什么？跟随主耶稣，
跟随主耶稣很棒很棒。OK， 那么这个图片哦，我就想请我们新来的朋友回答，新来的 Emily， 新来的那个朋友是叫恩玉啊，恩瑜，恩瑜，好，我们有请恩瑜，还有Emily， 在那个轮子在吗 ？Emily，OK，Jericho、okay, 有在吗？轮子嘞，那个轮子有。飞哥哥在那个轮子，恩瑜讲。恩瑜讲轮子，哦，轮子对了，很棒，很棒，很棒。还有哪一个呢 ？Jericho 有找到吗？找到一个鸟不在飞行。哦，好厉害哦你！哦，很棒很棒。还有，爸爸。还有呢？看看，还有一个 ，Emily 找到吗？加油加油！我没有戴眼，我没有戴眼镜看不到。你戴眼镜看不到。还有谁找到了 ？Chloe 有在吗 ？Chloe。啊？Okay. 我找到呀，在哪里呀、啊？找到哪里？你找到在哪里吗？耶稣，那个耶稣身上，你看到吗？哦，耶稣那个衣服上面有看到吗？有什么不同吗？哦哦，是吧？ Okay.一个比较短，一个比较长。对对对，咱们的都很厉害的眼睛。OK， 很棒很棒耶！ Yeah, 还有吗？都很棒哦。还有吗？还有下一张，有请有拜。对。现在有。有。有。那个绳子。OK， 下一张就是什么？找不同也圣经主乐学。OK， 哇，给我看看。这个红色水圈圈的很厉害哦。他们很快。啊，很快啊！我找到了，那个蓝色身上那个没有 ribbon。哇，好厉害，好厉害！拜拜。拜拜。还有那个小小那个女生那个纽扣。啊！哇！哇！很厉害，很厉害哦！啊！全部折很慢呢，全部要换气的。我说你们的这么厉害，你们可以用，可以在，他们都很厉害，小朋友很厉害。OK， 好吧，抽，还有一张哦。对。OK， 哦、oh. ，OK， 下一个看看，下一个十字架的道路，那一个男生，那一个上面那一个没有那个小鸟，那个小鸟，那个大人的，那个大人的 ，OK， 小鸟，他的头发对吗 ？OK， 对呀、啊，他的头发这里，好，啊哈，还有吗？我看到那个天上没有一个小鸟嘞，对，小鸟有一个没有啊哈，这个不同，还有啊，还有，金楼刚才有那个屋子没有十字架，对，是的，啊，这里没有十字架。来，还有吗？是左边那个他讲那个左边那一个卡没有一点。好的，哇，你们都好厉害哦！嗯，找完鸟吗？又快又准，又快又准了。好，对，找完鸟吗？鸟，找完了。啊，没有鸟。
亲爱的天父爸爸，我们要来赞美你，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可以来敬拜赞美，聆听神的话语，感谢神每天的供应，赐我们健健康康的身体，爱我的爸爸妈妈和保守我们的心，是一天比一天更爱你，更亲近你的。我们如果不小心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时，求天父爸爸原谅我。谢谢主聆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